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深度君，我嘴角边长了一块白斑，这是白癜风吗？好怕怕。看着你们这么迷茫，深度君那叫一个心疼，抱抱。这一集深度君保证把白癜风的查说得清清楚楚。检查篇，雾的灯检查。用长波紫外线照射皮肤时，表皮中的小黑能吸收紫外线，没有被吸收的紫外线会被反射出来，所以在雾的灯下，正常皮肤显暗色，白斑区域显亮色，小黑越少颜色越亮，这就可以确定白斑的位置、大小和小黑减少的程度。组织病理检查，取一块可疑病变皮肤，染色后放在显微镜下观察，如果观察到黑妈妈和小黑数量减少甚至消失，那就是白癜风无疑了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